哇哦，生存游戏好像好好玩的样子耶！我也要去买枪，来去玩生存游戏。この番組は IDCF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老板，我买一把狙击枪。好，要什么狙击枪？回家那把。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回家那把。啊？什么？回家那把。再大声一点。特价那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小龙，来一把特价的狙击枪。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，那小龙来一把特价狙击枪。